他可能会认为说直发直直的盖住脸就是会瘦，对，可是反而他整个这样直直的更贴，整个宽的地方很宽，更宽更明显。那可能他会一直都不敢哦，我弄卷会不会太老？嗯，其实不会，太老就是太头太大啊，脸太大会不会更大？其实不会。第一个分两层，下摆是往上。这里一定要往后，上上往上，这要往外哦，一定要往外。我常常往内，因为往内你的脸跟头会看起来更大哦。而且我又是一个肩膀很宽的人，你看哦，我连到这里都是往外，哦，好，我连到这里都是往外，然后这一个就要卷了，哦，同一根哦，同一根电棒。对啊，怎么了？好厉害哦！难赚呢，心梅姐，我们要省一点哦。微微的，好好看哦。你好乖哦，你头发好香哦。能做出这种卷度，对。目前为止只有他头发是香的，真的假的？我到目前为止只有你头发是香。你有闻到？我也是，我鼻塞这么重，你都闻到。我很认真，刚刚那两集臭头的一堆。哦。因为我每次接到制作单位电话，都说记得要洗头，然后下一次蕊通稿，我就说我会记得洗头。这样，你看好香哦。最后就是收尾了，这么简单？对，就是头顶，是不是？你要有这样差很多哎，差好多。这样反而真的有把你那个宽骨那边遮到，对，有觉得脸比较小，真的哎。反而你看现在这边是直的，反而不觉得脸小，有没有？然后啊，最后他的刘海，他一样是可以往前，可是不要这么直，不要弯，对，不要这么直。我做一半给大家看，好可爱，你看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发现刘海的美感在哪里？我把它分两层。嗯哼，好，对，里面这一层的尾巴，比较弯，比较你做的比较弯，这里比较弯一点点，对，好，第二层我的蓬度在根部上面，哦，但是我的尾巴比较直，哦，来看它这样，一半，好可爱哦，这样真的好好看哦，对，你看同一张脸哦，对，两差很多，对啊，恭喜你，好看，差很多，对。女孩不要再用长直发遮脸了，微卷的发型不但更俏丽，也更修饰脸型，马上变小 V 脸哦。